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第22届 LG 杯世界棋王战半决赛的一盘对局，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日本的景山裕太九段和中国的柯洁九段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刘晓光九段，刘老师您好。你好，这盘棋啊挺精彩的，因为是中日它是最强者，对，是的。都是排第一位的。这盘棋呢是那个谁，景山的黑棋。这个比赛呢是在日本举行的啊，这个等于前四名呢是三个中国人打一个日对，本人，是的，是的，但是在日本的主场，当然日本的希望他，日本棋迷非常希望他赢啊。对，那边是谢尔豪赢了姜维杰啊，对，这边就看景山怎么样，他是那边他三下个三，三三，走这个，然后又下柯个三洁三。两个三三，然后呢高中个流，对，这个是等于是一个高位一个低位，挂角，挂角，对，然后小飞的他过去也有高的多，现在是小飞，然后对，拖了连扳，这个呢都是在低位，柯洁走的低位，这个下法都是受影响是人家新位点三三，这个最近流行嘛啊，现在直接两个三三，这有点复古的感觉了。直接是走这冲个下去了，冲下去了，如果粘它爬回来，这个呢就是黑棋来选择，等于是要上面，对，对，这个黑棋拐，把角给吃了，对，这爬个起来，对，这个形状是不陌生，过去说过叫四角穿心，就赢了，你就拿的角多，然后中间你能穿心。这个是就你就厉害，这要力量大的人才行。现在黑棋走的外势啊，现在呢他走的这个，对，走这个，这个是这个呢，他希望你走这个，他就拆回来，但是呢，景山走这个，这个也很凶，他是希望走成这个样子之后呢，再加工，对，在这里加工，加一个，是对，吧？这个，你走这个，我走这个，然后你走这个，我走这个，然后就他的高位就发挥了，这是黑棋希望的，然后呢，柯洁走这个，这个比较灵活一点啊，走这个对，也可以考虑这个，反正就不跟着他走，他把他空先破了，对对，破空，是，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来攻我，这个就是力量比较大的下法，是然后他下的高的，高的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高位，在这儿。这个棋他走的这个，这不能往这面走哈，这面走这儿他可能会反家吗？也有可能反家一个，也我有觉得可很能，想反家，也有可能这样，所以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他拆不想三让，壁这么看，走这个。好，这中央啊，看看黑棋怎么样在中央，来扩他的势。其实看起来呢，我是比较喜欢黑棋了，这样的棋就觉得黑棋的棋形比较舒展。但是这个离胜利还是遥遥无期，还远着呢。这件厉事，害的关键是看中盘的力中量，盘的力量，中盘中的盘你的对战局，斗，这个棋呢，就是看着很广阔，但是呢，你要是把它，怎么样呢？那个你的广阔能够变成胜势，这个比较难。对，现在白棋比较厉害，他就先捞空，尖冲，先冲，他是走这个，把一个长，这定势了啊，这个定势，然后再飞，对。他就是你要再走，我就穿心了。你这个把你的中将，你就吃不着我。对，你觉得你中央究竟能围多少对，啊？不好吃。对，如果你再跟着走，他有可能就这么飞一飞。我估计，是的。你围哪儿，我打哪儿，这就是比较，你不管你围哪一线，我还能进来，这个是比较厉害的。现在他是靠这个是。他是我猜想啊，就是想就这一个的怎么着对，卷着你，把自己然下后把后，这下后，是的，这是一种手法。但是靠的时候呢，柯洁就是上狠的了，他是直接挖，这个，这是反击的态度，这一直看接就挖是，一个，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作战。反正你要打了，我就粘住，对吧？就粘住。反正两个断点，你补哪一边，我就你要断不走哪这个，边我就断了。呗。你大概肯定是要只能断的，补这个，你不能挡我也断。对。这个就是你要粘的，我打了就飞了，或者这样。现在这个地方，黑棋啊，这个景山也来狠的了，他就打底打下，了，长，然后干难脆吃，对，直接下来，
这个呢，就是说下狠手。你这么直接走的话，你关键争子不利，争不掉，争不掉。对，走这个你争不掉。嗯，他能跑，黑棋能跑。那跑出来就不会下了，这这个打了他能跑，这个棋争不掉，所以呢他敢这么下，嗯，是吧？这个棋呢，那就作战。你这个路都不行的话，那么白棋走什么？白棋先拐打。嗯，这个好像已经没得选了。哎，这个再来。这双方都已经是一本道处于。对。打吃这个要反打。如果你单场被他争了，不行。哎，他反打一下。他一定得打吃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你面临着我这边能争你了。是。哎，嗯，如果我这儿有个黑子。嗯，那我这个棋被一打就死了，争不掉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呢，现在都啪就给争掉了。嗯。所以你面临着你怎么选择？你不能被我争掉啊。嗯，假如说黑棋拐一个，怎么？那他就拼命爬了。哦，这底下这个我要堵着。对，你要打我再跑。嗯。反正这样给你拽着作战，这个很有利。嗯。这个白棋也很有利。是的。这个好像黑，而且你这么走，我还给你断你。对，这挡不住。不是，你不知道怎么收拾。这接下来怎么办？对，这个很有利。嗯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啊，黑棋压一个也不得已，这个棋不能让他爬，因为你这个时候爬的话，他这一路滋滋下来。拍下来。哎，拍下来这个也受不了。对。一直打穿了。对。所以呢，这个棋也只能这个交换。当然，这时候这个子放在这儿当然有利，但是没办法。嗯。为了那个什么，要抢先手，抢这一手棋，逼他，逼住他，他这两边都抢着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是，嗯，然后走成这样，这个就是一个交换成这样呢，就大家作战呢，就是妥协成这样，嗯，这个棋呢，嗯，就是白棋两颗子放在外面，就给你作战，虽然你很广阔，但是呢，你目前这个处理啊，是真的要计算。嗯嗯，要这个如果说乱打吃，乱打吃他跑，打吃完了再打吃。对，这个棋，啊，然后再查，我觉得白棋还是可战，因为这个尖你受不了。嗯，这尖出来好像那边已经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个受不了。嗯，你走扳的我可以跳，这个有短打。嗯，这打了一尖也不行。你要是补的话，哦，这个棋就加你也受不了。对，这冲了还能包打。没错，这个如果外面下成这样，我觉得黑棋已经差不多了。哎，对，这个不行，不能这么乱打。嗯，这个乱打还不行。是，那怎么办呢？也不能动力，就单走这个比较好。对，他单跳。单跳好。嗯，单跳。你要这个压，我就这样，这样比较好。这个合适。这个合适。所以呢，单跳，然后黑白棋只能给他接，没办法。飞一个。对，这两个交换，这个呢就防止他冲断了，补这个。冲断呢，我这儿能争掉，对吧？嗯，黑棋就只能这么定型，或者还有你选两个定型，要么这两个定型，或者这两个定型，哪个好？就看两个棋子怎么摆的问题。看你怎么摆，反正你走两手，白棋肯定是粘，他也不会压。哪个好？他最后选择这两个，这两个也不错，嗯，是吧？这两个也不错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棋型也不错。这个行啊，对，这个也是一个选择，但是他讨厌他以后搬一个，他搬一下不知道怎么硬，对对对，有点讨厌那个。他这样，这样也可以。嗯，然后白棋走这个，我想也是必然的。你走这个被他飞不好，压了他，正好把这个送出去。是，这个很好。嗯，冲断，这个时候就迎来了迎头作战了。对，这个棋冲断是非常强有力的，他是仗着自己的，都是他有各种的，外围都有子，才敢这么强硬的走。如果黑棋算路准确，应该说他。可以，你看算路准确的话，他作战，因为他都有借力啊。是，嗯，长一个，长一个呢？现在外面四气，嗯，这面是四气。如果你松气，当然是直接一紧气，被吃掉了，吃掉，必须紧气。紧气呢，就这三颗地方，这个是不可能，对吧？只有这两个地方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选一个。如果这个，那我先选一个吧，靠一个，靠这个，靠一个，怎么靠这个走这个。然后只能扳住，只能扳住气就完了。他打这个是必然的。嗯，这个呢，那就白棋又再选一个。如果你走这个，嗯，长，走这个，那提掉已经不够气了。提掉，走这个，这一紧气，黑棋快一气，因为你下面紧不着气。对，扳了才能打。是，哎，这个是，那还有这个棋呢？那只有是什么呢？只有这个，打这个。
把这个提掉，他打这个，那成打劫了。对，打劫了，这个棋倒是打劫，打这个劫，对，他提。嗯，那我是不是可以从上面先收气着打呢？如果说这样直接打的话，我就觉得劫财，关键是收气没有劫财。嗯，这个时候呢，黑棋有一个觉得，其实能够那现在给他找这个劫，有可能。嗯。有可能找这个劫，因为全局现在都没有劫啊，开局无劫。反正现在这儿损一点不怕了。不怕，他有可能这损的也不多，有可能他这么选。他有可能这样。有可能这样选，这个棋呢，他立的话，他给你来个实战手，走这个，来把这个打一下，就是提他，你没有合适的劫。嗯。你提他提这个。提掉。对，你没有合适劫。这黑棋，这白棋找劫确实这冲也冲不得。冲就提掉了吧，不冲他还能挡吧，你提他能紧气。哦，还有这招。对，所以这个算路啊，有点这个需要算路的。最后反正喝劫他没选这个，他觉得打那个劫了，他走的这个，嗯，紧的这个，那么黑棋就必须走这个。对，这也没得选，这已经这个是不行的。因为什么？这个他有一个挤，上面有个挤，嗯，这个麻烦。是你打把它打了，这个它能延气。嗯，如果你说我这个我这儿一打提掉，这出来了。嗯，这出来了是吧？所以这个棋只有像是一个必然的是吧？必然的次序。嗯，白棋不管怎么着，先手走成这样，然后他跳出来作战。对，这个有点意思了。他喘了一口气之后，他能够打这个。对。挖吃，他总是说我你不能被我吃，你吃不掉我。是的，现在是吃不掉了。嗯，现在你硬杀的话，这个他能搬出来，那这个呢，他也能够打，至少他我能回家，能回家了。打了我就算度过，我也回家了，是吧？对。哎，总之我这一扣打呢，我就死不了。实战这一扣打死不了。嗯。那么白棋走什么呢？白棋他是尖的。嗯。尖呢，他是希望觉得我这一粘。就把你粘死了，死了是吧？哎，如果你走这个，我这一顶，你麻烦。嗯，哎，你这个形不对，是吧？搬了我就断了，你这个形太难看了。嗯，所以呢，这个棋呢，在这个时候尖的时候啊，黑棋也走得很，他是要这样，先尖，先手把这个两个子先把你罩死给去掉，防你顶我啊，省得你待会你不能粘这个，我这一扳你死了。哦，是的。我这一挖啊，不是这一扳就死了，这个气很长啊，这气很长，这底下收不住气，必须要粘长，然后他再顶这个好棋，这个棋就算拖出来了。嗯，因为你这个我这个，你这个我这一挤就回家了。他还不是提的，他还不肯让你待会冲了有打，对，是吧？哎，只这样顶一个更狠，顶一个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呢，黑棋下得很顽强。嗯，应该说，我觉得黑棋得手了。他不管怎么着，这个冲断呢，这么一作战呢，白棋拿他没办法。哎，他就只要能给你作战，往中间赶，有可能把你这个全吞掉，这几个残子都给你吃掉。好像是白棋还可以。嗯，哎，白棋，然后他走的这个，飞一个，嗯。然后虎一个，我觉得是不是把它挤掉？挤掉，把这下先交换掉，交换掉，把隐患先去掉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要走这个，我就吃掉算了。这我感觉挤一个是不是好一点？它保留呢？这里面有很多变化。嗯，然后这个棋啊，白棋抢了一个这面，这个对，抢这个，它这有一个这个。这个地方不管什么，还有冲断吧，等等啊。嗯，他这个棋黑棋粘的也是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地方有毛病，这儿有个挖。是。哎，你这个有补这个，所以他要单补好，不可千万不要去硬着贴我补这个，千万不要这么走，这送黑棋的，咱走这个。嗯，然后跳这个挺好，这个地方还有冲断，哪怕这点你也受不了啊。对，补一个，对吧？飞。他把这个再尖住，看他下的多坚实。这个有问题，是吧？这个棋啊，这个棋应该至少是在这儿。先尖一下。先尖一个，对，尖一个。然后如果说白棋硬一个的话，假如说这样，哎，你搬我，你硬一个。如果说搬子，那被你虎一下，再虎一个，都我连上就完了。反正您就先手走一个呗。走一个，哪怕走这个也可以。哦。这个是比较，这个是普通啊，这比较狠一点。或者说你哪怕走这个也可以。
镇住他，镇住也可以。这边其实这个尖不下，他也不能怎么样，他飞我就跳呗。对对对，有什么关系？给他走，哪怕他过来，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吧？这就刺一个过来也行啊。对，这个也没关系，这个往这儿给他没关系，这个只要联络即可。嗯，但是这个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如果那面没什么漏洞，就直接走。嗯，这样呢，你靠我就搬。对吧？怎么样？你退这个吧，退我就粘。对啊，这不是都连的好好的吗？我就连了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要尖一个。嗯，这个搬了我能够回来。嗯，这没办法，只要这个联络保持一个进攻的态势。嗯，这个棋黑棋好下。没错。黑棋好下。嗯。或者说这个进攻啊，你要是保险一点，如果再加强一下也可以，加强一下。哎，这也是还有一种下法是这个。这个怎么进攻呢？是反正是这招棋，我怎么觉得太稳当了？他是不是觉得吃了这个棋是很好？连着小尖，连着小尖，这个还没有接走掉，直接尖的太多了。嗯、现在是黑棋主动要攻白棋，用不着那么小脚走路。应该先把毛病补上。就因为这个，然后白棋来了劲了。白棋这个地方，我们看他的招，他是直接靠过来。好棋。对。为什么？你一搬，我一退，你就没办法了。嗯，你如果走这个，我这一段，你走什么？这块棋走什么？这个棋就马上陷入困境。这好像一下子就进去了。走这个，我这一立，你怎么能吃着？这个棋白棋要杀黑棋了。对，黑棋很困挪，这黑白棋尖还先手。嗯，打这个我这长一个，你怎么来抓白棋呢？这个黑棋困境。是的。然后呢，这棋呢，你那个因为没有尖着这个粘上的话，我这就搬断了。对，这搬断了，这对，这就断了。本来是这样交换一个先期交换的，我这还能冲回来。嗯，这个要命了，这个棋啊，这一靠，我觉得黑棋陷入困境。这个，所以我就不理解这个，这个是。哪怕我就说补一个都比那个要，我觉得他肯定没有注意，人家会直接靠过来。对他走的这个，没想到有这么激烈的招法。这个时候他已经长考已经为时晚矣，实战没办法了。经过长考，这种都是俗手，在顶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打吃。这过这一般是你进攻他的棋都不应该走这个，攻他的都不应该撞着他走，这个是无奈之举了。对，这个时候你看还你又很难办了，如果你走硬的，这个一打吃，接上，这一打吃，这就完了。对，只有接住，我一粘，接住，我这一贴，贴也，你这个不好办了。我也不会了。如果说我长，我被您冲了一段，好像这气已经不够了。这正好差一气，对，正好差一气，包死了。这黑棋唯一的办法是只能想办法长气，这只看这儿能不能长气的问题。这都不行了，这都不行了，这都不行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不行了，这个棋，这个白棋肯定要杀黑棋了。嗯嗯，这就麻烦了。对啊，这怎么办？这麻烦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棋到下到这个时候，应该说白棋胜利在望。嗯，在粘的时候，黑棋困境。黑棋顽强啊，他这时候棋也得走啊，这只能拼了，这没办法。柯洁这厉害，但他是这个还更厉害。如果这个时候，他假如说他现在冲断呢？那黑棋跳，跳一个，先把这边做。他这个形状啊，是还是个活形，基本活了。这不行，待会再把这个长出来。哎，对，然后这边再攻他。这个黑棋还可以顽强一下，或者是他就直接长这个，接上。哎，对，然后再跳这个，嗯，这样黑棋还行。这应该能活吧？这不至于死。哎，对，这个是活形，应该是没问题。是，他是要点你，先点，在这个时候冲之前先点。够狠！哎，这个狠，把他眼都给灭了。哎，对，这个狠，这个招棋先点着了，那你就没有那个跳了。那现在黑棋能冲吗？冲，他也往下立，往下立，这个比较狠。这个好像看着白棋有点凶，黑棋凶多吉少啊。凶多吉少，这个很麻烦，这个麻烦。这挡的话被一扳是吧？这麻烦。这不太行，这不太行，好像。这个棋呢，就是说他要吃你，他是要吃你的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看
看看他的实战啊，他是没办法了，他干脆转换得了，尝一个。嗯，这个是应该说是这个时候，景山呢，他是在这个时候做一个叫没无奈之举，拼了，只能如此了。转换，这个转换是白棋吃的也太大了。这个不叫转换，这个叫全死进去了。这个死和这个死本身就是白棋吃的多，更何况我吃完之后，这个都没负担了。本来是我还有被进攻的可能，是把棋筋给吃了。这是最舒服的，嗯，又得空又安全，嗯，哎，就这个已经都不是你攻不着我了，我这根儿都给你吃完了，所以这样的话，白棋优势是的，就是现在下到现在的时候啊，嗯，这个白棋该如何的来，他是怎么样来确立优势？现在该黑棋了，嗯，黑棋，那现在这个棋。这个被的空不够了，嗯，对，那我只能是在这里。如果我在这儿吃走，被他这一尖呢，空不够，是只吃这个还不够。这边死的太大了。对，其实我们想想，黑棋下错什么呢？黑棋也就这一步尖，他是由于没有注意到人家这个靠，对，他就在这儿自慢了一下，自己小尖补了一个。其实看起来这个补呢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，但是问题是被人家一靠之后，这边。简直惨不忍睹，被吃成那样。对，能想象得出来吗？本来是一个跳的形状，结果全部被切掉了。哎，这死的有点太大了，实在是。这个棋真的是，让我这个觉得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没错，哎，就像他们这样的高手，容不得一点的疏忽。这个没想到，这个也出乎我的意料。这个柯洁一出手就是。对，那么这个棋下面黑棋该怎么办呢？嗯，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比较痛苦了，有点难办。哎，他就该拼了，怎么拼哪儿？哪找头绪了？他有一点好呢，就是这个地方他常会去有一收气的问题，有些。哎，对。所以说这个外面如果说把白棋封住的话，嗯，需要收气的情况下，那黑棋就合适了。还有一些利用，对，他还有一些想法，怎么来封它，封住它。不管现在目前硬封可能还不好封。嗯。哎，但是呢，他留点后续手段吧。嗯，他靠了一个。哎，这个地方是他是叫做拼了，这个是他的，应该说胜负手，或者说他把这个看成他的希望。他如果希望能把这个地方彻底的进攻，哦，哎，但是下到现在应该说白棋是比较顺的，顺风满帆，没错，或者说他可能不知道柯洁当时的心情啊。我们观战者觉得的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很不错。就这个地方其实要活棋的话，应该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，不是什么难题。因为它有一些借用嘛，至少还借用很多。嗯，这个棋借用太多。嗯，这个也可能比较常见。嗯，这个靠一个或者搬一个也是可以。嗯，那么现在这个白棋，怎么来？下手，就接下来在这一带他是如何活棋的？如果说你下的太简单，比如说顶啊，什么立下来活单活的话，不一定会好，对，因为人家上面收住了之后，把这块吃下来之后，这挡住外面再收一收的话，这中央还能成一些。但是看白棋怎么处理啊，这个是很关键的地方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给大家留点悬念吧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啊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，是第22届 LG 世界棋王战半决赛的对局，由景山裕泰执黑对阵柯洁。刚才呢，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黑棋刚刚靠了一个，白棋先吃了这么一大块，对了，形势相当的不错，相当有利，明显呢是个胜利在望，怎么样呢？把这个处理好，这是关键，嗯，现在该白棋下子啊，其实我觉得你靠一个就挺好，对，他就顺一下，这个是先手，这个太硬，这先手，这不走不行啊，对吧？提掉，这个时候现在该黑白棋，白棋这个时候靠，应该说是。不错的一手棋。白棋黑棋啊不好办，搬断也不对，搬这个也，这应该是肯定是有棋的。对啊，如果说从这边搬的话，那白棋一长就可以了吧？对，长也是相似，对，长一个也是一个。我觉得黑棋也不太好下呀，不太好下。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不太好下。这边有断，这底下有虎，是啊，各种的借用，但是不行我就拐一个呗，把那儿全拽回来了都。
是这么回事儿。这要全活出来了，那黑棋的空怎么够呢？这个不知道黑棋怎么办。那是不这个，那虎一个也可以，或者是退一个，虎一个也可以，是吧？对。哎，这个棋应该是白棋的下法很多，而且还有一种下法是断一个也行。哎，这等等啊，这哪怕断一个也是可以下的。现在是。就觉得好像靠一个是很容易想到的一步棋，不知道他为什么靠这第一。然后我说，搬一个也是可以考虑，搬一个，那么就活了。你就走这个，我就拿虎这个也是活的，哎，但是他是走什么？他虎的比较狠一点。这个是全部要洗出来。但是这个有点过凶悍，像柯洁的风格、虎一个，哎，他觉得还是可以。现在黑棋最狠的是这个拐，这个应该也没关系。现在呢，白棋啊，就应该是单瓦吃是不是可以考虑？单瓦吃就可以，或者还有一种可能，我现在下什么都可以，走这个也是可以。团住是吧？要叫吃啊、对吧？你不能被这个叫一下。那我就先打一下呗。打给你做劫或者怎么样？做劫。做劫，我再接回去。对。就接回来，然后他至少是有个活棋，这也是可以啊，能够交换着，跟他后面活形不一样，我们看他就是直接叫吃，应该是吃不着白棋了，直接走那面不动，那面不动，应该就应该这么吃一个就可以。现在你黑棋这么吃了，然后你要大概这么吃我，对，哪怕我就这么走。也死不了，死不了，这个死不了。哎，你们走这个，那么走这个，哎，走这个，那么我再靠一个，也是也死不了。关键是什么呢？关键啊，我们看实战。柯洁这个时候啊，他当你拐的时候，他又是，他肯定觉得这里面怎么都能出棋。对，对，我觉得他是这种意思。这儿又捞一票啊，他把这个先吃了，然后再去占便宜了。啊，太狠了，再来这个。这个、本来觉得直接能活就不错了，不，这个就又贪一票。对，其实这个呢，实际上他这个也许能够成功。他是大吃。不，这个棋我说这样的时候啊，走这个，团掉、团是你走这个，我给你打劫应该是没问题。那他先提个劫吧。对，反正他就给你打劫，来打劫找劫。我怎么觉得白棋的劫财有问题啊？是，我走哪儿？走哪儿？这个不能随便冲啊！这冲了慢一棋，他也不肯啊。是，反正这里面就是有棋的啊。我们看看实战啊，他是这样的棋，他是瓦吃，这个棋没有。对，我说他拐吃，走这个，他打这个。对，现在当然打劫也是个没有死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个劫活而已，就是找劫财问题。他这个棋先搬了这个，让黑棋直接把他提了。本来你要是能够之前交换着一招，当然很好了。关键他一直没有交换着，交换不着。走这个之后啊，以为这个棋能够来吃黑吃白棋，就是能活。这个靠也是个妙手，对吧？是个形状。对。但是他在这儿叫了一下，他立，我就接上。他接上。对。这个棋啊，活起来，如果一般。他一退啊，活起来不容易。那是为什么？你走这个，他能搬进来。意外的发现死了。对啊。他不管现在走哪个，就算你先做掉眼也没有用。做也没关系，他走这个。然后你断被人家一打吃。对，他就接上他团一个，他不是扑的。你这个他就走这个。啊。你这个。他先手破眼。吃这个他走这个。啊。先手破眼，你外面一糊，你就死的他特别挺。这样的就。意外的就死棋，是啊，哎，你走这个都是死棋，没有办法，这个棋活不了，哎，这样的棋怎么办？走上你如果走这个，那我再也搬进来，对，反正你不管走哪边，我另外一边我都要搬进去，这个也是死棋，是的，哎，这个都这没办法，这个棋也是走不了，这个也是立下来也是，反正都死的。也是白棋要不行，走这个一挖就死，对，这一粘他就一立也是活不了。嗯，这个棋没有办法。那么到这个时候柯洁有点意识了，
他觉得这个班一退怎么会活不了，想办法他就加一个加一个，但是他这里又漏算了，人家有强手，这里关键的一手，他盯在这儿，这个是个好棋，单盯这个好棋，他以为是这样，这样的话走这个是吧，他有一个切，对，那他这一加，那黑棋完了，这黑棋完了，但是他走在这儿的时候啊，加不死，你如果贴他就回去就走这个了，是吧，这个先棋走着，这个病好棋，加呢他就能够冲了打吃，不行，就差一个这个，这一病这一加一立，现在该白棋，黑棋非常强硬，非常强硬，这个地方加不死，他所有的地方都给你撑住，撑住，对，然后白棋拐一个，他一断，这个棋啊他只能贴出来，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很顽强，你这个棋走这个的话，他这一断你也死了，是气不够，就这么来，这一紧挤住也是死，也死了，也是死了，完了怎么都死了，对，这个棋啊怎么都是死的，这个加加不死，加不住，只能这个推这个墙，这面也不是先手，只能这个，这很难受，这没有办法，没得选，主要是我觉得柯洁下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一片凉，对啊，这个你走别的被他一断就死了，现在他粘上这个以后还有点猴一个，有点棋，所以他补了一个，是吧，补了一个，对，下成这样之后呢，这个死了，然后这个呢实际上你推过来之后这个是损的，如果你继续这个跑回来，但是你把这个送死了，而且你这个回家啊有可能还不见得完全被靠断，哎，对，还有可能他给你顽强，所以这个还不拉倒，这个棋一下子下的他真的是很被动，对，白棋就这个地方下的太被动了，他下的不太好，不太好，柯洁这个地方啊把前面的优势全部葬送了，把这个前面获得的这个吃了那么多的这个木啊，这个地方一下子给断送，这个地方白棋的下法有好多种，都是可行的，哎，他作为随便一靠断或者这个地方有很多选择，哪怕最后是还有留一个打劫也行，也是他的，也行，哎，他最后哪个都没走，都给他全死进去了，对，你打劫都没留，全死进去，现在呢这个白棋这个时候就困难了，困境，他是走的这个点一个，寻求一些那个什么了，寻求变化，拐，然后这个贴下来，下去，但是呢这个哎这个全部给他吃了，全死了，全死了，那白棋获得把这个贴死，贴死，但是呢这个棋啊贴死这个和这个不成比例，这个都太大了，太大了，而且走成这样之后黑棋又落得先手，哎，这个柯洁，这个是他自己可能就不，自己可能心里就心情不太好，觉得非常的非常不好。这个可能会非常后悔。我本来觉得他就是搬完了打吃掉外面八朵花，他肯定是觉得里面很随意就能活，或者说做打劫出来肯定没问题。对，结果发现所有进去的每一个子都死掉了，都死掉了，这简直是让人无法置信。在柯洁的棋里面。这难以找得到，过去都是他，人家他一下两下就活了，我就看他起，人家控特别特别灵活，一会儿就活了，对对对对对，他这以前是别人是对付他的，他对付别人都是这样的，一下子都能拽出来，现在这次是非常失败，全部走死，而且我们觉得刚才刘老师摆了个扣，我觉得这棋就很容易处理的，不至于下成这样，是啊，他搬了一下，搬了一下，好，再交换一下，黑棋就把这个来，定定型，是吧，走成这样，提掉，定型了，他这儿先尝了一下吧，先尝一个，尝一下，然后白棋团了一个，对，这个棋呢他如果走这个，锦气啊，他这个地方还有就他可以长气，他一个长气啊，就是长气的问题，是吧，而且他这个棋这个时候有可能这样收气，是是是，这个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这儿多了一颗子啊，这个棋一下子给它闷死，这个长气可了不得，这如果说白棋要收气的话，对，那这一带都封住了，那全是木，至少是先手，白棋肯定是没法下，这还有跳，这还有跳，
所以这个棋啊，应该说他也不先打，他就直接尝一个给你团，哎，他给你留着这个。对对对，然后白棋团他就算了，他这便宜这个，他就便宜点，他有点棋即可，他走这个，这个。哎，对，你要打他粘上你不行。嗯，现在呢，他等于来一个这个妥协的方式，他一拐，捞点空得了。哎，对，他如果被先手吃了，哦，那个太大，那不行，顶不住。他反正先手抠一点木，然后黑棋就他收兵了，他走这个了。跳一个。这个棋啊，像这一类的棋，收兵棋啊，景山裕泰他是强手。哦。哎，他强项是吧？强项，他的强的方向，哎。这个他形势一好，他收兵，哎，算算木，然后给你收官，收一收，哎，他知道这个分寸在哪儿，对，啊，这个是很厉害，很厉害，确实。那柯洁他不答应啊，他得想点招出来。他这儿先刺一个，啊，他刺一下，刺一个粘上，然后靠了一个，靠一个，这个是好棋。柯洁这地，这个地方是厉害的啊，你们看这个尖，是一个非常强的强手，好棋。怎么说呢？你如果粘这个，他这一冲。挡住，假如说，顶，顶，我得冲这一段，啊，这棋精死了，对了，这一下子要翻盘了，啊，这，然后还得后手接回去，对了，没法看了，这一下子这柯洁一下子就能得手了，他还是挺鬼的，这个好棋，哎，一靠他这个是很敏锐，是很敏锐，靠完了一尖这个就不容易想到，确实，好棋，好棋，没想到他靠完的时候往这儿尖的，以为他靠完了就打算退回来，就这样就算了。那你其实黑棋就别搬了，就直接吃掉。啊，就吃完了，哎，吃了得了。景山肯定也没注意，人家会尖一个。他没注意，他应该吃掉，应该吃掉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不要跳，直接走走别的。他可能觉得怕人家搬完了，这有个袜粘。对，好，看看这个能不能翻一下啊？嗯，黑棋把这个只能吃这个，他打吃，打吃，打吃。提掉，然后粘上，这个便宜的很呐，但是这就是可惜的是这个冲不断，这个跑不掉，因为这个给蒸掉，这冲断了被蒸死了，蒸死了，正好蒸死了，是，不没办法，只能是这么先，就这样走了啊，对，然后把这个拉回来，拉回来，对，白棋搬，白棋便宜了，对，这样白棋便宜了。他还希望你搬了，然后他一路把你压过去。对对对，就算跳一跳，我看也便宜了。对，这肯定是赚了。赚了。这个棋应该是距离缩小。是。距离缩小。嗯。但是他搬的这个，他希望长，吃的大一点。他是断的吧？对。断的。黑棋断上。直接断。你要这个吃呢，他这一挤就死回就不行了，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，他也没这样。这样如果这样的话。这也经不住这个拐，这样的话，这接下来这个那还不如单跳呢，全进去了。对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跳？如果他可能他还没自信赢，是吗？我觉得本手应该跳一个。哦，这应该跳一个呢，看看空怎么样。但是他是走这个，被这一断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他是打的，他先打了一下，打了一下，然后人家挤他一下，挤一下，他粘住是吧？粘住再粘上。再打回去，打回来，好。这个棋，黑棋搬了一个，黑棋搬，嗯，啊，这个也很实惠，对，这个也很实惠，确实。因为这个他断了，这个是先手了，对，打吃先手，这个断就没那么严重了，是吧？现在白棋把那个给白棋长长这个，他把这个下掉，挡下去，挡下来，这个打。这个大，这个脚上先把脚给搜刮，脚上没有活，把它搜刮得很惨些。脚上没活，你要是断的话，它能够爬。对对对，所以它要加一个，黑棋粘住，接住，然后它走在这儿，这已经是最好的活法了，活棋，最大限度活棋。嗯，黑棋搬粘，搬粘，搬粘呢里面还没有活，有这个打吃，是个打劫。嗯，白棋加了，加一个，对。再点，这感觉这个角应该被黑棋拿的也很大。是的，要与其这样的话，不如当初单跳，当时还挤还先手。对，这个地方是不是白棋又往回缩了一点？但是不知道他单跳会不会黑棋也搬这个？搬他我断呢？断我就爬，爬走完之后吃掉断断有没有啊？
断我就把这个再飞出去。对对对，也是。或者我是挡一下再飞出去。应该是还是黑棋好。对，我觉得黑棋就是以收目为主吧。还好。他如果觉得这个班大，我就抢这个班呗。对，还是黑棋好，因为前面这个这个死的太大了，实在是那个地方小局部是局部，这个大局局部有一点便宜啊，可能还构不成胜负。那全死进去了，这实在有点让人。这点一个也是一个好形状啊。嗯。那你如果渡过，它会断了。对。嗯。他小尖，他也不知道走哪儿了，显然是有点难下。他是。搬一个，搬一个，搬一个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打呀。对，他就是接上了之后他就打了。打了啊。打了接上，然后他现在由于白棋这个力是先手，所以他这局部是个打劫杀。局部可以打劫。啊，局部劫杀。大概是这样，再牵一个是个打劫活。那柯洁肯定是希望跟你搞得越乱越乱越好。啊，打劫活那没必要，他这里面可能有劫财。对，是的。他现在形势好的。他就不打，他也不跟他打劫，他打完了冲完了，他把木收成这样，他就不下了。啊，他下了个这个，他下的也挺好的，收的挺好。这个好棋，哎，这个就马上要跑这个，你得补一个吧。嗯。飞。白棋飞。对。然后他就爬。爬回来。嗯。哎，这样呢，你就搬不下了，搬能断，再长一个，他就爬回来，是吧？对。这样收收官，是吧？这个先手，先手，这个再不走我就扳死你了。你再提我长回来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看周老师说这个棋走这个就死棋。对对，我这都已经连上了，所以就跟这边没关系了。这个、是的，是的、所以呢，必须得补一个。嗯，这脚上以后尖完了，尖一二三四五目才。对，这尖都是先手。是。这到时候收目的话，现在就是收官棋了。是的。这个棋。就是说那样没如果大便宜的话、这个棋很难再搬回来了。对、因为它没有棋盘，没有什么棋了、棋盘变小了。是的。他就收收官应该就可了吧，贴一个什么之类的。他是急打雷，刚才这个黑棋、急打黑棋跳在这儿他也挺好的，就跳完了之后他正好能爬过。对对对。爬了你搬不下来，他正好是这样的棋形啊，他爬过对。你搬下来他正好是把你断了。对。他你如果飞在这儿就不行。对 对, 对。他如果是这样、跳是个棋，跳是个棋形。跳在这儿挺好的。他这个收的景山这一类的小官子啊，像这种定型啊，他是强项。这个日本棋手是不是普遍这方面都比较强？这方面比较强，比较强。日本，对，日本棋手您应该比较清楚，我想对于官就是那个后半盘的那种形势判断呐、细腻的地方啊，他们都是强项。这是经过专门的训练的，就是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。过去的小所谓的小林光一啊，传统这个他这种在他的小林流收收。按他的那么按部就班，很自信的收一收，他就赢了，就赢了啊！这个厉害，确实是全盛时期都是这样。嗯，像是景山这一类的，他一般形势能吃着这个，后面他来控制局面是他的强项。嗯，这个，但是这个棋啊，这个棋下成这样是很难再搬回来了。对，还有一些我们给大家再摆两步，打吃也没办法，只能长。对对对。这没办法，这总得给人家留点味道在里面。看官子怎么样 啊？然后他跳一个，跳一个，好，中间跳一个，来继续收官。嗯，白棋点一个，这棋确实是差距比较大了。如果说柯洁没出什么棋的话，估计是很难搬得回来。他是粘在这儿。哦，粘这个的话，他可能是不是有点进对点进来，怕人家有点之类的招法。是，嗯。尖一个，没什么。他冲了一下，冲他，顶住了，顶住，对，下得很厚了，这棋就怎么厚怎么下。拐一个，是吧？嗯。然后黑棋是不是贴一个比较大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。没有大，这个也不小，对，是吧？这个贴一个，贴一个，嗯。这个棋被扳也很大呀。是啊、一般的情况是退一个，嗯，一般的情况就是正常收的话退一个，是吧？正常收退，他这个没有退吗？他是，他断了一个吗？嗯，白棋，我看是这个地方啊，他先走了两下、这个、是吧？在这儿、这个、啊，他把这个走掉了，掉省得待会儿有隐患在这儿。对，这个是交换成这样、是吧？
后来这个劫还打了一阵儿，这样，提调打吃，然后白棋中间怎么应了一个？白棋啊，他是不是觉得如果说单退这样收的话也不太够，被人家接上？这个应该是普通的这样。反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这劫提劫就打劫呗。对。这上面呢，白棋有几个劫材，但是也不是很多。对，这个跟胜负可能没有大关系。嗯，对，可能是这样。主要这里铺一个提，铺一个打两个劫、三个劫、四个劫，也就四个劫。进行打劫，这个都当劫材用。这五个劫也就这样了。对，当劫材用。对。现在他们就，待会儿这个黑棋这尖一个接住，是不是都是劫材？这如果这样收下去的话。这个棋是先尖了一个啊，先尖掉了，尖掉跟黑棋顶了一下交换是吧？提劫什么之类的，提了一下，对对对啊，他提了一下，然后白棋找了个劫，对，是吧？就算找劫吧，再提回来，对，然后最后这个走这个，对，顶回去了。这盘面已经有十多目了，其实，对，差距挺大。后来这个当然还又走一些。但是跟胜负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后来是通过那个打劫，白棋呢走了一个，他黑棋把他提了，也没有出棋，那么就最后就中盘胜了。对，就是景山，久违的，应该说久违了，这个好久没有在进入了世界大赛的决赛了，太不容易了，而且赢的是柯洁，是啊，所以这个在我记得是多少年呢？很多年他们就是没有进入世界大赛的决赛，没错，是的，就是这意思。就是说景山赢了这盘棋之后，最后呢将跟我们的谢尔豪争夺这个 LG 杯的冠军。是啊，这对日本棋迷来说绝对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因为景山被大家寄予厚望的这日本的大满贯得主啊，可以说这所有的头衔他都拿过了。对啊，然后这盘棋，怎么说呢？应该说他还是抓住了机会，击败了柯洁。是的，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刚才说他没有注意到人家这手上头上靠他的招法，所以说呢，他这如果说他先尖掉的话，这黑棋形势应该是不错的。比较可惜吧，那一带让人家靠完之后这吃掉，然后那边呢是柯洁犯了错误，虽然说双方都有错误，但这盘棋不失为精彩的一局，我想是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